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陈思凡教授。各位贵宾，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各位好朋友，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非常非常难得的陈思凡教授的文物特展。陈教授大家都认识他，大家都是慕他的名而来，我们今天都很感动。陈教授是非常坚决的来参加，在非常重的疾病，可是他的毅力非常强，特别来参加今天这一场特展。二十一世纪已经很少有所谓的文艺复兴人了，而我们成功大学非常有福气，有陈思凡教授这样的人物，我们有机会也有非常大的福气来帮他办一场文物特展。同时接着文物特展会有两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陈思凡教授的文学跟艺术跟科学的部分。这个是成功大学多么大的荣幸，我想我们只好谢天。那今天的典礼我们就请赖校长先开始来帮我们讲几句话。赖校长。陈教授、陈夫人、各位贵宾、远道很多远道而来的贵宾，首先要欢迎各位到成功大学来。我想今天是一个成功大学的一个盛事，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国际级的文学家到成功大学来，这好像国际有名的文学家和成功大学这个image好像不太符合。我们成功大学是理工起家的，所以大家一谈到成功大学就觉得这有阳刚之气。但是我们就是成功大学在人文方面是非常非常积极的。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成功大学的校长，是感觉特别的兴奋，因为今天我们有陈思凡教授到成功大学来。陈思凡教授对我这个年纪来讲，虽然我们不可以说是和陈思凡教授的散文一起长大，但至少是我们陈思凡教授的文章是对我们一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我想当到这个年纪，当中学毕业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到陈思凡教授的文章，感觉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很少人能够用这样细腻的文笔来描述科学。陈思凡的文章是真的是一个科学和文学的融合的最典型的著作。陈思凡教授文章是文笔非常细腻，而且能够以文学家的观点来讨论科学，以科学家的观点来讨论文学，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令人很感动的。那我在196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就出国去，所以和国内就是有一段隔阂，所以我一直都不晓得陈思凡教授和成功大学有这么多的渊源。原来陈教授在1993年到2002年的时候，这10年的时间是成功大学的讲座电机系的讲座教授，所以而且和特别是和我们的汤教长是万年之交，所以成功大学和陈思凡教授和成功大学是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的。那我到成功大学担任4年前到成功大学担任校长之后，才晓得陈教授原来是成功大学之宝的，是有这么多的这么深的渊源。所以
4年前我到成功大学的当校长之后，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提升成功大学的人文的气氛，因为我们理工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加强人文的教育，人文改变人文的环境，让科学和人文能够做好的整合。所以我请汤教务长担任汤教授担任教务长，那自诩为人文的教务长。所以我们讨论在应该在这四年当中，我任期之内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第一年第二年要做些什么事情。汤教务长是很有把握说到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成功大学的环境完全改变，变成一个提升人文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庆祝成功大学的人文的发展在人文的成就。所以我们讨论到也是4年前我们规划，但是也许是要跟一个他提出一个拯救爱因斯坦的计划。不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我们要提升成功大学创意的教学。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是拉小提琴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规划就要第四年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我们要邀请爱因斯坦的孩子 Paul Einstein， 他是一个职业的小提琴家，到成功大学来演奏，来庆祝我们成功大学就是人文的复兴。但是有种种原因这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更好的就是今天我们有就陈志煌教授文物的一个计划，我们请陈志煌教授来，这更比爱因斯坦更好，因为陈志煌教授就代表着科学家和文学家的融合的最好的典范。就是陈志煌教授对我个人来讲是有非常深的意义。我在中学毕业以后，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迷上陈志煌教授的文章。那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次买了陈志煌教授的书，特别到陈志煌教授的家去拜访。这两本书我想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都非常多。就是1961、1962年的邓出版的文心书籍的出版的书，我特别有一天早上，特别到他家里面，就请陈教授，去向陈教授请教，所以他也替我签了字，签字。这里写的是明照同学，有讲我的名字，非常高兴。明照同学，他写的是理直气和，理直气和，义正辞婉，非常典型的陈志煌教授的文句，不是理直气壮，不是义正辞严，而是理直气和，义正辞婉。这两本书我保存了50年，那今天就要捐给成功大学陈志煌教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有陈志煌教授到成功大学来，这是代表我们成功大学人文和科技的整合。所以50年前我接受到陈志煌教授给我这个礼物，那今天成功大学陈志煌教授给成功大学一个更大的礼物，那就是他一生所有的书籍，他的文件都要捐给成功大学，让成功大学也有义务有责任来好好保存这些文物，不只是100年、200年、300年都一直在留给下一代。因为陈志煌教授代表的就是成功大学的精神，就是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我们今天可以庆祝这4年来他教长的努力，我们把成功大学从一个阳刚的理工的大学变成一个科学和人文融合的一所顶尖大学。所以今天非常高兴陈志煌教授亲身到这里，这也是我50年来第一次再见到陈志煌教授，所以觉得非常非常兴奋，也感谢各位到成功大学来，谢谢各位。
谢谢赖校长的五十年精彩的致辞。五十年，接下来我们请几位贵宾也来帮忙契合议程，讲一些话。教授，1960年代我在成大念书的时候，陈教授还没有来。到了80年代，我编一个月刊的时候，陈教授就替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多很多的通信。那么这些信呢，总共有几十封吧，我这次就送给成大图书馆了。今天我本来准备了一个15分钟的讲稿，可是时间没办法，就讲了一点点。我主要是讲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陈教授教我的。一个是关于中文的。有一次呢，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就引了一首诗，叫做，我看看啊，画是青山，书是青山常乱蝶，灯如红豆醉相思。陈教授跟我讲，他说这个呢，还可以剪几个字。他说应该是书是青山乱蝶，灯如红豆相思。那个醉字呢，就不能够随便用。他说因为醉呢，到底是红豆醉呢，还是灯醉？我就学到很多东西了。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教授对每一个字都是很讲究。我们经常说他的文章呢是非常浅白，其实呢，我看陈教授每一句话都想了很久才写的，看起来好像很浅白。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他说剑桥大学当年有一个数学大师叫做哈迪，那么印度呢就颁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奖给哈迪。那么哈迪呢到了印度之后，他演讲，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印度人对人类的贡献是零。陈教授就教我说，你不知道吧，他说这个零字呢是印度发明的，所以呢印度 Indian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is zero。 这个 zero 呢就是印度人发明的。这个是陈教授教我的两样东西。今天呢，我向陈教授致敬，还有就是谢谢各位。陈教授有非常多的书名，也有非常多支持他的默默的，其中一位他一直跟我说，假如陈教授到成大，你一定要跟我讲，我一定要亲自来见见他，看看我能够做什么事情。这一位大家都认识，统一企业的总裁林长生，也是我们成大的杰出校友。总裁，帮我们讲几句话。他特别昨天从大陆回来，他说他今天一定要赶过来。果然，哎，陈教授，各位朋友，各位小姐，各位先生，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么一个生意人怎么今天跑到这里来？事实上，各位也知道，我大概都比各位早进成大。我们进来成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创了一个西格玛社，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西格玛社是林长生办的吧？我们为什么这么办？因为那个时候啊，成大全部都是工学院的天下，其他的几乎是很少很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对的，尤其是我中了陈志环教老师的毒以后啊，
我就没有办法自拔。我们创了这个西格玛社，我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人文跟这个科学一定要有一个平衡。而事实上我在成大读书四年，我可以说是电机系的头，所以呢我们陈春华教授是电机系的这个大前辈，我看到他的时候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哦，说我一定要站得远远的哦。但是多看他的书的时候没有办法站得太远，所以事实上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我真正的慢慢体会到我们人生命只有一个，我们人生命只有一个能量，所以除了能量以外没有别的。陈春华教授是电机的前辈，他懂得这个能量，所以他文章写出来的时候，他的文章是充满了科学的那一种逻辑跟人文的那一种非逻辑的融合，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把我吸引住。然后在成大四年大概是游手好闲，都不读书，不读电机的书的一个原因哦。所以事实上我进了社会以后，在这一个社会里面，在统一里面我花了四十几年了，我也一直在摸索。很不幸的，我调到生意场所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数字比科学的数字还要数字，所以呢我要自拔的时候非得有更大的力量不可哈。所以从这个上面呢，我真的很幸运进到21世纪的时候的今天呢，各位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呢事实上陈志教授给我们的是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我们人类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分裂了，把它分开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把它融合，我们要把它再重新找回来，找回来的时候那种融合那种平衡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美。这个美里面我们从一只燕子怎么样子飞到了不然，我们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体会的时候，我相信这将来应该是我们成大每一个学生毕业的一定要好好记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东西啊。所以我只把自己的体验跟各位做报告这样子而已，谢谢各位。我想可能有非常多的同仁跟今天到场的观众很想讲话，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实在是太有限。那接下来我们的贵宾呢，我要请一位陈志凡教授的学生啊，上一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院长，那个中文大学电啊工学院的院长任德胜教授 Peter、yeah。陈教授、元芳校长、校长，各位嘉宾啊，早上好。啊，就是啊，陈教授的书很好看，大家都晓得。但是很多可能是每一篇文章里面的话，我都能看懂一点，都有一些地方看不懂。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就幸运的多了，他们可以去 Wiki 一下，也可以到 Google 去查一下。啊，就啊。陈教授大家在这里的话都晓得，就是听到他很多那个说他文章好，那就我就也尝试过去验证一下，就是把一篇篇的文章去看一下啊，看一看的话希望去挑点毛病，我们写文章叫做 review 啊，但是就啊看来看去的话都还是找不到毛病，就是都到一个字不多就是一个字不少。而且呢他写每篇文章里面都有一个叫做 insight， 而那些 insight 的话我最欣赏的话就是点到即止啊。前几年的话我就啊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大陆的作者写的，是一个很厚的一本书，就传记，叫做陈寅恪于傅斯年，他的副题是叫做大师之后无大师。然后就我当然不会在这里就很肉麻的说啊，我们陈教授不就是大师吗？啊，但是就我就了解陈教授，他其实对这些都不在乎，啊，他现在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如果能够，他能够在这里给我们
讲一些小故事，讲几个小故事，和我们一起大鱼大肉的吃一顿，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很可爱、很可爱的陈志芳教授，谢谢。成功大学有一位博士班的学生，他是我们三创中心的产物，他做了一个礼物要送给陈教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不揭晓这个礼物，但是我们先请这个童教授帮忙来发表一下。林总裁，各位教授，各位贵宾，还有各位朋友，其实我一向讲话很自在，是不需要拿讲稿的。可是昨天因为从香港飞到台南啊，飞到高雄，然后再转到台南，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心乱如麻，所以昨天晚上就觉得想讲的什么话还是写下来比较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是用的那个旅馆的性质，所以我就那个简单的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我要感谢成功大学为陈先生建立档案库，包括所有文字的资料及物件，就是物品。当年 Oppenheimer 就是欧本海默，只想出版爱因斯坦的这个科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就是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就决定所有的资料啊，包括那个文字的，包括数字的，科学的全部，甚至包括他的出生证明还有他的成绩单。那么这个成功大学从文学与科学对话的角度搜集整理陈先生的资料与著作，用文学的语言写的还是用科学的语言写的，全部包括在内。所以我想这是何等的眼光与见识。陈先生在民国37年离家以后不曾回去过，这一走对他来说在文化上其实是国破家亡，所以身与心俱在漂泊。他平时最喜欢的是散步、看书与写信。散步时候想，看书时候也想，把那些幽微的心思化为文字，不论是文章还是写信，表达完了也就完了。有读者喜欢，那就是意外的收获，是意外的福分。所以他一路写一路丢，什么都不留，他自己不在乎，管不了，顾不上。这是老民国，这个我要借用董桥先生最喜欢用的字眼，就老民国的个人风采，有老民国人物的个人风采。但是我不是他，自然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成大建堂的主意，有成大建这个资料库的这个主意，在他身体日渐衰残而意识仍然清明的时刻提出，使他漂泊的心灵可以常住在成大的图书馆，在寻诗与画梦的青年学子中间。我要说我个人对成大是感激不尽。陈先生在不论是在人文还是科学的领域中，皆能自由来去，无边界无障碍，是少有的文艺复兴人。这个我完全跟唐教务长用他喜欢用的字眼。我诚挚的希望陈先生留在图书馆的文物，对徜徉在书中天地的后生男女有承先启后的风范。发现电磁波的始祖麦克斯韦也是诗人，他在剑桥读书时为了一个重要的考试，复活节的时候没有回家，没有回苏格兰的家，结果写了一组诗，其中一首反映出他在图书馆努力的时候所悟的，我愿意念给大家听。
我静下来，把书翻开，这些圣哲的典籍传自古代，从熄了的火镜中捡出星星的火种，在隐藏的扉页间寻觅袭人的心怀，那些老了的字眼发出了幽光，代代的真理在展现锋芒，让思维的摩挲永不疲倦。看一下这边的微影，听一下那方的细响，即使现在越来越多电子书，虽然没有抚弄旧卷的感触，依然呈现出一个奇幻的世界。我爱图书馆，因为它是诱导心灵开放的空间。我再次感谢成大，使陈先生的心灵也化为图书馆的一部分。谢谢大家。谢谢方教授。啊，接下来我们在开幕剪彩之前，我们应陈教授的要求，我们请到通识中心王维勇主任来帮我们吟唱两首宋词，一首是《定江》《定风波》。另外一首是《念奴娇》，一首用这个国语，一首用台语。那苏轼这两首都是苏轼的作品，《苏东坡》也是陈之凡教授非常喜欢的文人。为什么？那么刚刚夫人曾经谈到了，说陈教授我们很难定位他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或是文学家，或是哲学家。同样的，东坡我们很难说他是儒家，说他是道家，或是说佛家，他们都是一个综合体，啊，含容了学术的精华。那我今天呢，为了表现陈教授磊落的胸襟，我就选了苏东坡这两阙词。那么我定风波会用我们的鹿港调，用吟歌的方式来诠释。那么《念奴娇》，我会用我们台湾诗社所谱的闽南调，以及内地所谱的国语诠释的方式来呈现，请大家指教。定风波所写，莫听传林大叶声，风吟啸下起行，竹中梦海惊醒马，水怕一蓑烟雾影并行。料峭春风吹酒醒，迷陵山头下轿曲相迎，害羞向来小息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第二首苏轼的《念奴娇》，这不是定风波哈，念奴娇，念奴娇，这中学以上，中学以上都知道《赤壁怀古》。我先用我们本地的调子啊，待江东窟窿都尽，千公流人物，各类色变人都是，三国九龙七匹，
乱世兵运经多烈安官之前对算江山如花一夕多少豪杰遥想共进当年小轿错嫁了雄主英发武神官金但巧干经落灰灰烟灭各国心忧多情应巧我祖先华冠人间如梦一尊还对港湾这是我们闽南的也用我们的国语啊，内地的 国语就普通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走廊赤壁乱世奔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已是多少豪杰遥想共进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与三观尽看笑间强路灰灰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对江月谢谢我的祝福陈家祖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揭开幕的剪彩在开幕剪彩之前我想请两位我们这一次文物特展在过去两个礼拜几乎都没有睡觉的两位艺术总监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一位是毛七武教授的儿子毛志平志平有志平在吗还在忙志平来来来来另外一位是我们教务处的师姐何师姐师姐在哪来师姐两位待会各位可以看得到今天的展览他们努力的成果我们的定调就是散步各位在剪彩之后就
就用散步的心情来观赏陈之凡教授的文物。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剪彩的，这个剪彩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事情，请出列。那有非常多的贵宾，来，请把它展开。有非常的贵宾在这里，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上来帮忙剪彩，那我待会儿点名唱名哦，那被我点到名字的就这个勉为其难哦。那个我们先请赖校长。赖校长就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赖校长就在这个位置啊，一二三四六，应该在这里啊，一号来在这里，来一号啊，我们请陈教授，你好，听我名号出来 ，yes 来，陈教授，呀，那个，来我们让陈教授。陈教授在这里，好，谢谢。第三位，我们请马森马教授来，马教授。第四位，我们请董桥。第五位，我们请林昌生总裁，林总裁。好，下来。接下来我们请任院长，任院长。接下来我们请文学院的赖院长，赖院长。七号。图书馆的谢馆长。然后最后一位，我们请，毛七五教授，毛教授。那待会儿呢，请我们这个的同仁来线上剪刀啊、哦。好，对我们用低一点啊、哦。好，先拍照啊，这个在剪彩之前先拍照，请剪彩。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开幕典礼就到这里结束。那接下来，请各位用散步的心情进入我们的特展的展区，来一起欣赏。谢谢各位。
这个我喜欢的，你看这个他笑了，你看这个是他的嘴巴，你看这个是他的，怎么还是你的嘴巴？你看到没有，他大笑，这个帅很好。当时买的。